的包里装了什么？也没什么特别的啦，就是一些钻头、手锯、扳手、老虎钳之类的工具。哦，对，还有一个折叠型全自动洗衣晾晒一体机。这些都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研制出的防身器械，现在终于能够派上用场了。局长，试试你办公室里的紧急弹射逃生办公椅吧，不会有事的，我已经在外面铺好海绵垫了。